家里小狗嘴巴有味道的看着你。哇哦！我平时一直都很在意他们几个嘴巴里的卫生问题，毕竟口腔是身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嘛。刷牙和吃磨牙零食这些都是定期进行的，但是每次他们三张嘴对着我一起呼气的时候，总是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腥味。于是我又回购了这款嘉里卡的益生菌结石水，它使用很方便，直接挤到他们日常的饮用水里就可以了。里面添加了益生菌，可以同时改善口腔和肚肚里的菌群环境，达到减轻口臭的效果。酸甜的口感，小狗也不会因此而抗拒喝水。现在还出了小瓶装，我可以带回家里给他们喝啦。